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，我是翠翠。这一场呢，又是纳克罗斯的实战解说，在游戏一开始，对面讲一句话，让我直接愤怒满点，连翠翠都是无言，是怎样无言？就无言了，你看他说什么？翠翠要不要吃小？哦，让我非常生气啊！这个我居然都已经拿出我最拿手的纳克罗斯，我肯定，好不好？先蹲一波。好。然后这边左边草丛有一个安奈特，然后我好像没有赶到，然后你们就手杀了，太强了。那个翠翠她是玩中路的那科学面面面，对，然后我是纳克罗斯，然后马上第一个直接手杀，虽然这个我是拿助攻啦，可是一个奇才得胜，而且我们家队友在做事情哦，所以我就看到你魔王超级勇敢的冲去蓝区，我就过去了。可是那边人好像好多哦，现在我还在吃蓝啊。那吃蓝的话，我觉得不急。吃完蓝呢，我想说他们都在他们蓝区在打一个，好像打架打群架、哦。有，我们要偷蓝。可是你看哦，我这边做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，就是纳克罗斯的挑飞，其实他是会把敌人往后面挑一点点的，所以我不小心把红网挑出去了。原来。然后好在是这边好险有一个人来自己不请自来，就是女超人。他直接哇，非常聪明哎、欸，对啊，非常聪明，不要小看哦，我可是纳克罗西七进七出，首杀的，首杀过了，可以的，二杀。虽然红没有偷到，可是我觉得他自己不请自来，再搭配了，我觉得他刚刚逃跑的蛮好的。那个女超，对，他拉那个小野还差点跑掉，交输了你。真的哎，而我现在000哎，我有101，我有101，超惨。然后这一场的装备以及奥运呢，我放在下方。装备部分我是有。基本上已经算是全武功了啦，可是，在打野刀方面，我还是喜欢要一点血量的，我会比较尬意。我记得这一场，我前面被屠人单杀两次，然后我活到超悲惨的，我快要放弃游戏。你们不要忘记哦，那奎伦一开始说什么话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他野区，我觉得要动。那因为我们这边是我有看到那个奎伦在上路，所以我才能去拆那个塔，然后。还去偷了一个蓝，看着我这边中路又被打了，我整个就是被奎伦打爆。对，我们的科学面在中路整个被打到爆炸，超多人来中路。然后蓝呢，我看到我的蓝哦，吼，对面想坏坏，我就按了一个集合，想说队友应该会来。我现在才刚复活啊，你按集合的时候，我以为牛魔会来，结果他给我在中路清兵线，好险他最后面真的有来，然后被安奈特绑住，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而且我这边就开始狂走。你知道刚刚有个精髓画面是？我是因为被牛魔按了一个治愈，所以我才没死的。哎、欸，那只牛很厉害。对，我们最近遇到的牛都蛮厉害。对呀、啊，昨天才吃牛排，真的。现在牛排马上就在我家，我家牛排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所以昨天我们没有去吃牛排啦。没有。但是吃了另外一种。我们昨天吃什么啊？哦，火锅啦。那个啦，火锅跟烧烤，烧烤加火锅。这边一个挑飞失败，然后景还击杀了那一个。输，他算是有换掉了，可是我那挑飞我可以自己零分，真的零分。然后现在游戏时间呢是4分钟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又死了、啊？你又被抓啦、啊，而且一个4-3的开局，所以这一场也没有算是很好打。然后看到牛这边蹲，哎、欸，他，好、哦，你看這個，其实我蛮喜欢他這樣子。我现在这边蹲的原因是我不要让那个图伦看到我的视野，所以我蹲的位置有点远、哦。然后再一个进场，牛一个冲撞。那只牛真的很棒。对啊，然后这边精彩画面哦、喔，你看牛魔直接开大，直接空大，然后我直接进去了，然后输射歪误射事件是不是？最后呢，头是牛魔王的，可是我有杀到，我觉得 OK， 哇可以啊，我就在中路推塔，因为我哎、欸、你过得很那个呢，然后上路直接 Bianchi 啊，上路因为我想说我赶过去塔一定掉，我就在中路推推。推，然后真是推了老半天还没推掉，然后最后可能，哎、有推掉吗？看哦，推掉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不是你打的吗？为什么你敢来忘记？我忘记我自己在干嘛了。好，我们再刷一下野区，野区很重要的。你看我中路左边一直有人，然后右边也一直都有人，因为上塔爆了，牛都一直跟你跑啊。我认真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牛很专业，一个挑飞，一个大包，这牛只跟你跑。不想想看，昨天那一部影片，那安奈特都没有跟过我半次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要来喽，要来喽，往前，要来！我只挑飞得到安奈特，因为距离不够的关系。然后这边居然想要赚助攻，没有赚到。图伦超级想要杀我，我真的傻眼。他以为所以我先蹲一下，
我跟瑞克在那边蹲啊，想说他们往走，结果没有，连左都不靠。哎，我发现这场对方也有女超人，是不是？怎么觉得跟某一场好像了？跟昨天那一部影片有点像，可是其实是隔了一天。对对，隔一天。隔一天打的，然后再刷一下野区，因为没事做。然后我的塔也推的差不多，像现在奈克罗斯啊，你看你有整场跟你耶。专业，我喜欢，我改。而且现在这时候，其实你来下路，我常常吃你的蓝，然后跟你说你的蓝被反。对，我想说我的蓝被反了有，你有跟我说。然后我想说，既然我蓝被反又这么远，我就不想去了。我抓了一个纸，我最后留给你耶。有，你说我蓝好像被反了，然后我就没去。然后看到一个奎伦在那边杀我家的书，然后一个挑费失败，你没有，我又挑费失败，因为刚好我要挑费的时候，奎伦用二技能，他直接就跑了，而且跑超远的。然后发现我怎么追不到，突然来了，你把蓝用光光了，对我没有蓝了。然后这时候仅剩一点点蓝，我在思考说我到底要用一技能还是二技能。最后我决定好像用二技能，耗的蓝量比较不多，结果还是不够。哇！啊，牛魔王来喽！哇！地震啊！这个几级地震我都不多说了。这边看一下双方经济，我还是略有一些成长。然后这边瑞克的一个进场，然后呢，再来看一下珊珊来吃的、欸。我来了，我要来了，来了！不要，我有定到，你看我有定到，定到，然后自己也惨了，然后就看到瑞克想说要去救你，要有个存在感呐、啊，不然那中路是超可怜，一路被压，然后团战又不跟。对啊，现在游戏时间来到了9-9，所以这场应该算是非常刺激吧。各位不要忘记哦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对面的奎伦。他开场说的那一句话，好不好？不知道，请自己去倒带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应该说我不能说那三个字，然后还杀我，超可恶！对，我非常生气。像这边是一个非常精彩画面，我还记得奎伦又跑去杀面面，真的，他真的是每秒都来中路，我直接报仇，双杀 ，double kill， 我很生气。现在我，你知道吗？说那一句话，我基本上愤怒值直接加200。欸，你看这整场牛把你当射手在保，他完全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。没有，我整个被打到歪掉。你那个基本上是在塔前一点点，对啊，然后还是被塔杀，我无言。可是证明说那个奎伦是会玩的，是会抓人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超想杀我，他眼里只有面面的人头。没有，他根本就是想要找你，然后让你吃那个。所以没有没有，所以我现在你看他也来找我，他来单挑我，他居然敢挑战我，然后牛有没有？好，你看牛哥就包你，完全没来理我。然后这时候看到一个那个残血的井，直接往前挑飞，太棒了！这边其实是一个地图关，牛进去了，然后再进去，牛魔王进去，我就跟着进去，再开一个大招。这时候二技能呢往前，我这边超爆品，这边你根本就是我超爆品，我真的。超爆片，结果还双杀。我狂按技能，我大招乱点，然后但是这波对方一个 S，、啊、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拆爆对方的中路，再加下路，然后再去拆对方的高地。我记得那个中路高地最后是有被杀，然后这边我位整个超盾的，我 FPS 超盾超盾。我现在画面基本上有点盾，然后赶快快闪，因为画面太盾了。然后现在我们那一波一个 S 直接拆爆对方两条路，对 对真的。好像对面门直接打开，然后这时候我就跟翠翠说。我们等一下来干大事，你还记得我们干什么大事吗？打凯撒。对，就是因为画面带到，所以你才知道。因为这一场我是有带觉醒，再加上圣剑，所以你看暴击呢非常有感。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在这边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好像是不是在买装备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在罚站。罚站、嗯？因为我没有。这边我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罚站？我之前看你、啊，我在等兵线进去啊。哦。我在等兵线进去，所以哦卡墙哎。他们听不到。好，这边呢有天空巨龙哦，所以我就再找一个进场时机，就是这边一个二技能，再加一件挑飞，再加一个大招，然后再往前再收掉了。你看我都当坦克兵，然后有人在拆我们塔。然后我记得我们苏氏有回去的，我这边极限去极限哦，苏氏都是一个暴击。我觉得那罗斯带圣剑真的输出非常有感。然后我想说，苏你绝对是可以的，可是我觉得苏他手应该在发抖，一个射不好就会被奎伦杀的概念，然后就会被对。没有，可是最后那个奎伦是回城的，我记得我最后还是。哎、欸，他出来要打我们，我记得。对他打我，可是我很专心在点塔，然后直接背对着奎伦，哎呦，死了。我在点塔，我在点塔，然后天空巨人也在点塔。
因为我不敢点，我想说好多人哦。我没有大礼，因为两个人想要，他们没有打我，他们在打天空巨龙最后一下，终于、欸、我有在点哦，你都只看到天空巨龙，没有天空巨龙要点塔很可爱，因为头一直在点头点头，对。那这一场呢，就是我跟翠翠在经典的那个实战解说， yeah, 然后真的赢了。那个我真的那一句话直接让我愤怒满点 ，KD， 然后直接拿 MVP。然后这场呢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个言，我也不知道留什么好。就然后按赞订阅，按赞订阅耶， yeah! Yeah! 然后打开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我们要去看电影的，拜拜，拜拜。